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来自联盟。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機雷神、肩をつける。遅いわ。行くぞ。对，没笔画的呀。这小豆豆玩的真的凶啊，现在都一有机会就过来打我点血。A 一下也要 A。啊，这就很恶心了，兄弟。太鼓掌了，好多伤害呀、干嘛？
我没人头啊，兄弟。 赚啊，这不。 都是高手。
操，杜特没出道。 状态不行吗？我吗？我感觉我现在状态很好啊。把这个掐掉了。玩的好，兄弟。 小花也只能这样，没什么办法。我就把对线没被压一，没被压刀的。哦，我他妈有意的。 这个 Q 没法，只能一过就 Q 掉原地的，但是一过就 Q 就没法走位。你看到吗？ 他妈，这么骚啊！
我操！大怎么这么快呀？不坏了吗？ 操！出事了！这波他妈的波比大怎么这么快呀？然后这不救回来了。 啊！我他妈失误了，断一了，这波他妈的，哎呀，好蠢呐！什么 B 对面怕不怕我呀？我不知道。你们觉得对面怕我吗？现在他们怕谁呀？好夸张啊！今天的状态。 波比上大分的人呢？ 上吧，我就上吧。给你预判麻了，兄弟。 哦，完了，傻逼了。
你也有生命值，生命值的话需要，就打团的话你不会秒死。帽子的话，他虽然伤害高，但是他生命值没有，懂吧？他没有生命值的话，你打团会有点问题的。波比其实是立大功啊，这波挡了好多伤害啊。是吧？坏了，坏了，兄弟！啊，我的坏了，没法走位了，我的。给你猜中了，打他慢点，我先送，让我先送，让我先送，你们打他慢点。OK， 我看一下。DP 啊！小问题吧，摸奖吧。被压起身了，
我做过什么白给啊？他们拿大龙推一度高地杀了凯南，这白给吗？我不理解。可惜啊。吃饭，兄弟们，我下楼吃个。